六人出局，十一局上半，一垒上有跑者。这个球，美丽左外野方向绝桥 ，Goodbye， Home Run， Two Run Home Run， She's Gone， 哇 ，Manny Ramirez Home Run， 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在中华职棒的第三支的全垒打出炉了，在十一局的上半，一大犀牛队靠着美丽的两分炮取得了4-2的领先。哇，到了延长赛的十一局的上半，哇，这些球迷看过瘾的，他们还可以看到美丽哦加班演出。本想说他前面4次打完了哦，这第9局都站起来了，鼓掌了，结果看到延长赛没你的 home run， 就让丰臣新竹满场11000名的球迷啊，相信包括电视机前面的球迷都看得后，看到没你打全垒打，挥出去之后就怎样了？对，一打出去之后呢，他自己其实站在那边，他就在看。到底这个球是界内还是界外，我想距离他是绝对知道的，只是说方向的这个感觉要稍微再确认一下。你还有一次的机会。哇，才说他之前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的挥击，整个挥击的过程呢相当的顺畅，嗯，那是完全咬中啊。这前面好几个球啊，和变化球、快速球，破了 Manny 的两分打点全垒打，灌进4分，现在反而是6-2，4分领先。